所有媒体先进朋友们，还有现场郭富城的粉丝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杨千霈，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担任主持人，在这边为大家来服务。首先呢，我仅代表国泰世华银行，我们的冠名赞助单位，以及我们的主办单位 JC Group 爵士娱乐，还有联合数位文创，以及十亿多媒体和 IME 台湾，以及小美工作室，欢迎大家莅临今天别开生面的天王记者会的现场。好嘅，陈队，欢迎台湾小美男，希望下一个故事。台北的小巨蛋就在12月27、28、29。好的，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同时也是舞台王者郭富城先生，欢迎 Aaron， 欢迎大家，郭富城，恭喜呢，他也蝉联了42届、43届的金马影帝。哇，这次呢，发现那个卢炳就是我们的 Ashley， 这首新。媒体朋友们全部都拿了相机跟手机，对，刚听到 1, 2, 3, ASIC， 就是这次我们的主题曲。好的，我们也让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我们天王郭富城先生的画面，请看正前方。也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好，视线再回到中间，再到左边。同时呢，非常爱护呵护 Aaron 的粉丝也都在倒数的最后两排，谢谢你们今天也一起参与。对，我们的声响就靠你们来制造了。好，谢谢。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上麦克风好吗？是不是请 Aaron 哥先跟在场还有我们线上很多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呢？现场的嘉宾朋友大家好，还有所有的传媒朋友大家好，还有我的粉丝们大家好，还有台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哇，主持人好。你好你好。是的，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台北小巨蛋来开演唱会哦。不过呢，在您出道1990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对你爱不完》，我也是无敌铁粉，但是还有卡带飞碟唱片。这个时候不是这么小啊？没有那么小，大概这么小。对，那个时候开始呢发行专辑，然后94年的是第一次在红馆举办演唱会。是的，至今已经有9次红馆的巡回演唱会的经验，我们也特别为了您做了一个剪辑，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8场演唱会精彩的一些片段。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好吧，好吧，我们来看看。演唱会的一些实录，哇，真的是从1990年一直到现在30年的时间了，叱咤武林，这次是不是应该来个掌声跟尖叫声？看到自己这样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呢？怎么样可以一直突破自我，然后创造一些舞台的不可能？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我想，如果大家看到我自己走过来了那么长时间，其实我最重要是不断去突破自己吧，这个是我对舞台的要求，对自己，对一种舞台艺术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吧，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用 icon 的精神。因为我觉得突破自己才是我一起想要跟所有朋友一起分享看到我不想就是原地踏步的一种，对，不断去让自己进步，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都让自己去，看到，有自己有多少的可能性，是，在舞台上面去不断去求变，我幸运的地方就是有我一般忠实的粉丝，因为我觉得我出来，就是很努力去突破自己，最重要是有粉丝来去看到，是见证我这件事情，让我不断去有这个力量去一直走下去，一不断的去变，然后大家也接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吧。
没有，真的要很谢谢 Aaron 哥，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一直都要到红馆才看得到，但现在我们在小巨蛋也都可以看得到，真的是很疼爱我们台湾的粉丝朋友。我一直都希望每一次大家知道我九个大型的演唱会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一个殿堂级的一个场馆里面去表演，然后表演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重点，然后希望能够在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那个起步点之后，能够可以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表演。然后我的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当我在香港完成这个演唱会之后，我希望第二站一定要来到台北，一定要来到台湾。在香港，因为我的开始就在这里，是，所以我希望，所以我希望，当然我家虽然我在香港成长，然后我现在我的家也是在香港，然后但是我的工作的重点除了在香港去引发出来之后，我也希望能够可以给我一直追随我，然后给我很大力量的台湾的歌迷，然后希望能够就是我一时间能够可以回到你们的身边，然后表演给你们看。就是我想做，是因为刚刚 Aaron 哥讲了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台湾对您来说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呢？特别还回到魁梧年，回到了小巨蛋。我刚才说的很重要，就是我的开始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已经表达到我心里面，就是一直对台湾，还有所有的歌迷对我的宠爱，对我的支持，这份力量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对。像十三场在香港举办 Iconic 的演唱会非常的成功，口碑很好。那不知道您觉得粉丝朋友们，你希望他们这次来台湾，来台北小巨蛋看演唱会，他们是想要以什么样的状态来欣赏您的演出呢？你们是什么状态？是比如说很回温。我也想问你们是什么状态？我觉得，就是我一直都说，就是能够可以分享我在舞台上面的每一个变化，每一次的突破。最重要是由你们去来分享，给我的意见，然后好与不好我都会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是，除了您在舞台表演这么的惊人，我觉得每一场秀都好像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 performance。那您在电影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很好奇 Aaron 哥是怎么样子可以调试好自己的身份，在这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是这样子叱咤风云，然后游刃有余呢？搞不好今年金马奖也会看到 Aaron 哥提名，有没有？提名，大家知道，我很幸运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从音乐的领域，然后要回到电影的领域。在两者方面我觉得都能够可以得到一些很平衡的一些收获，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嘉许。是在音乐上面大家看到我见证了我那么长的岁月，刚刚也看到我们这次演唱会的重点就是我又回到台湾来做我的演唱会，然后刚刚也完成了我在香港的第九次十三场的演唱会，连续的十三场的演唱会。这次呢，我想如果你在说电影方面，我第一个奖项就是在台湾颁给我的，就是男主角的三岔口，然后到父子，对，我觉得这个连续两届的话，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曾经说过在舞台上面，在一个颁奖典礼的舞台上面，我说过。这一次的就是那个时间里面我拿到一个电影的奖项，我还是跟所有的观众有承诺，就是说我会不断的不会为这一次拿了奖以后就会停下我的脚步，反而我要更加对我的电影有更大的理想，要更拍更好的电影，更不断的突破自己。是，所以我幸运的就是我也许下这个承诺，也要做到，就是在从三岔口颁发第一个奖项给我到父子到一直以后，所有的电影我都没有去重复我自己的角色，不断去挑战我每一部电影的角色，然后走过那么的岁月，每一个作品上面我觉得好像我都扮演过一些不一样不属于我自己郭富城的本身的人物的一个角色，然后去从奉献出来给所有的一些观众来去欣赏。所以我觉得，譬如说你
看在去年连续结案里面，我演一个梅兰天那个角色，对我来说走过那么的岁月，也拿过香港的金像奖的奖项，对于梅兰天的角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也是一个我从来没演过这样的角色，然后也得到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奖项一个方面，我觉得都是顺其自然的，是最重要是要演好每一个角色。我相信评审或者是每一个不同的颁奖典礼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评审来给你的一种嘉许，或者是一种提名或者怎么样。所以但是我觉得对于电影方面来说，我觉得奖不奖项是其次的，最重要是我能够承诺我要去突破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理念。我相信没有，我相信所有的粉丝们或者是观众们都会看到我不断去努力去做这个事情。那像 Aaron 哥平常在这么高压的工作状态之下，你看即便休息时间都在思考说到底怎么样去突破自己，不管在每一个领域或每个面向，很好奇您私底下都怎么，有没有机会可以好好放松 relax 一下？刚刚完成了徐夏强演唱会，然后幸运的就是能够可以让我自己现在的那段时间有放松的时间，接下来可能比如说我还有机会可以去旅游了，旅行了，还有赛车了，应该找更多的灵感吧。因为我觉得我的兴趣在平常生活里面怎么去减压，因为你当你去专注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应该很专注，但是当你放松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去放飞自己，然后放飞自己。比如说我喜欢赛车的运动，因为赛车运动对我来说是作为我的慈善基金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赛车不但是可以我喜欢这种运动，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去帮我筹款，然后在我的慈善基金里面也可以帮助一些需要的做更多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一面可以去享受赛车的乐趣，赛车的运动，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去帮助一些在我基金里面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好像在放松自己，但是还某程度上面也还是有想还在工作怎么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对，是。不过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Iconic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您这一次有特别有一首单曲 Exit， 就是也是我们的主题曲，对不对？是的。也第一次跟不管来自于韩国、台湾、瑞典团队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曲风跟这个舞蹈的这个 movement， 不知道您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想，跟这些众多的团队合作？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可以找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快歌的风格的歌曲来去配合我想要的理念，就是要去突破现在一个跳舞的状态，要去融合在，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与时并进，怎么能够可以去迎合现在那个时代那个舞风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我选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歌必须要找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那现在那个舞风的排舞老师来去帮我去排舞，让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去更进步。所以我们做完这个歌曲之后，我们就跟我的团队开会，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要求，能不能可以请我很欣赏的一对在美国的天团的排舞团队叫 Kinja， 然后能不能请他们来去帮我去排这支舞，然后我们的团队然后就打电邮给他们联络他们，然后他们就马上要回复我们说非常愿意去帮我去排舞。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这首歌曲不单只是为了这次演唱会做一个准备，而且是我想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能够可以邀请到他们来去帮我排舞。然后他们就收到这个电邮之后呢，两个排舞老师就是分别是这个 Kinza 里面的创始人，创始人，所以他们两个最主要的灵魂人物，然后就飞过来帮我排舞。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能够请到他们两个来排舞。是而且我觉得在整个排舞的过程里面，在我们练习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所以我们这一次都达成我们想要的东西，要想要的舞风，想要的一种风格，而且最重要是我希望能够
不单只为了我，我希望在我的团队里面，我的舞蹈演员，我的 dancers， 他们有一些都是非常年轻。我希望能够可以透过他们，美国那个两位老师要去给他们多一点的一些灵感跟想法，其实对，多一点训练，是给他们多一点训练，给他们多一点。所以说现在他们的一些训练的过程里面，他不但只是排舞那么简单，他们是有理念的，他们是有一个概念的。当你每一个动作或者是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个动作得不好，你什么人可以让你的舞蹈可以做到像我老师那么的好，所以他会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很快的很进步。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对他们一个舞者来说，对他们日后在发展在舞蹈的领域上面有更多更深的层次去表现他们。其实刚刚 Aaron 哥在聊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师长，亦师亦友，不管是在精进自己的舞弊当中，连他的 dancer 他都特别 take care 到，希望他们可以有在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档次的提升。那当然刚有声音吗？有，哦，回来了。One, two, three, Asic。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朗朗上口，我们的粉丝都已经会唱了吗？会，对不对？待会有机会可以一起，我们来摆这个 One, two, three, Asic 的这个 pose。不过看到刚刚很多的舞蹈，是不是跟我们本来香港的编排真的是会有一些击中出不同的火花？毕竟来自于这是美国非常厉害的一个排舞的天团。我觉得在这次的演唱会来说，我觉得他们，帮我差不多排了有一大半的舞蹈，因为我们的舞蹈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大概十首的快歌，十首的快歌，他可能有帮我们排了差不多4首到5首的歌曲，所以有很多一些比较新鲜的，对于我来说或者是dancer来说，他们都会，会有很多一些吸收到很多不同的风曲。风格，因为他们的排舞的风格跟我们以前排舞的风格有点不一样，譬如说，我以往的排舞可能就会跟我的歌词来走，但他们是会有不一样，他们是跟音乐，然后把音乐的每一个细节来排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的习惯不太一样，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训练的过程里面就会比较有花更大的力气去，配合他们的排舞的风格，对，因为可能有一些时候你做一些 action 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重点，可能你的字就是刚好就是你出手的这种状态，但是他可能反过来，就是你出完再唱。所以说当中后面有一些碰撞击，就是你出完手可能在 act 这一个动作，但是他的重点，他的音乐可能就是在他有 hit 上这个音乐，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别人说我要很熟很熟我的歌。然后就听里面的音乐的细节，变成一个反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对我来说，可能以往比较想这样的方向去处理我的一个舞蹈部分。所以对我来说，但是出来的感觉当然是会不一样。是，这个就是不一样。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变化，一种突破。所以是一个好事来的，对我来说是一种磨练的。对啊，也谢谢 Aaron 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幕后花絮。不过呢，在今天记者会上，好像也有一两个特别嘉宾有一些祝福话想跟您说，我们看一下。好。Hey everybody, Anthony Lee here from the Kinjas. I just want to say i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Aaron Kwok on the Iconic World Tour, and we're so excited to have you all check it out in Taipei, Taiwan. Hope you can make it out. Don't miss it. It's going to be great.Hey, what's up everybody, it's Mike Song from Kinjas. I just want to give a big congrats to Aaron on wrapping up his world tour in Hong Kong. I had an incredible time working on it, and I want to send all my love and best wishes to your shows in Taipei. Everybody in Taiwan, make sure to check it out. Peace. 是的，这个是两位排舞老师特别跨海来录制一下线上对 Aaron 哥的一个祝福。对，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们。他们的可以说在整个他们的肢体语言，他们每一个动作，我觉得都非常让我惊讶，因为他们真的连头发都会跳舞那种，头发都会跳舞那种，这太夸张了。
他们每一个不是每一个毛孔，他们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全身上下，全身他们的每一个都能够可以剪给我的看完之后，我觉得很享受。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觉得都让我有更大的动力去，希望能够可以去跳得更好的舞蹈，去他们向他们学习。对，所以我相信以后还有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还会邀请他们，如果有配合的上的时间，更多的合作。对，因为他们也非常忙的，因为他们天团的一个舞蹈团体，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表演。是，但这一次很难得，他们真的抽空来去帮我处理我这一次，然后去，而且融合我们在一个团队，变成一个家人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缘分。也希望在我表演的部分里面，我还是会不断去努力去，尽量去把他们跳舞的精神然后去散发出来。是，如果大家也想看到我们 Aaron 哥在舞台上头发脚趾都在跳舞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务必呢明天中午就会开始抢票。或是呢，很感谢我们很多的合作伙伴，大家大力支持。所以呢，在今天有一个感谢的环节， Aaron 哥呢他特别准备了限量签名海报要来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在这边呢，要先欢迎到我们的爵士娱乐执行总裁 Joanne Goh， 我们 Joanne 女士要上台。 Aaron 哥要送上的是独家限量签名海报，以示感谢。那请看正前方我们的摄影记录，谢谢 JC Group 爵士娱乐，谢谢九爱，请在旁边站起。请不要下台，先旁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还有另外的环节。接下来欢迎是联合数位文创董事长李彦甫董事长，欢迎欧文哥，也谢谢联合数位文创不断在支持非常创新的艺文活动，这些也是我们这次的主办单位的线上限量签名海报。好，谢谢李董事长，旁边先稍后一下。接下来欢迎的是时宜多媒体董事长黄文德董事长，谢谢黄董事长，谢谢我们所有的合作好伙伴们，真的是对于我们 Iconic 世界巡回演唱会推动是不遗余力。谢谢黄董事长。接下来要欢迎的是 IME 娱乐集团总裁周家海总裁，也来接受这份特别的礼物。谢谢总裁，来请看正前方，都是我们这一次限量版的海报。好，谢谢总裁，你先旁边。休息一下，接下来要欢迎到的是国泰世华银行郑凯中协理上台。这次国泰世华银行有特别要来献上一份大礼哦，台湾鸿运纪念茶酒，这次特别要送给我们很多 VVIP 客户的一个限量礼物，待会我们也要回赠这个贺礼。欢迎我们的郑协理。好的，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特制的台华窑，里面放的是南投阿萨姆红茶的茶酒。特别选这个礼物是要呼应 Aaron 作为舞台王者的独家风范。也谢谢国泰世华银行冠名赞助。好的，接下来要请我们所有的长官，我们一起跟我们的舞台王者 Aaron 郭富城来合影。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安排一下位置。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合作好伙伴，来请看正前方，也烦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这个画面，有我们的主办单位以及我们的赞助单位。谢谢大家全力推广 Iconic 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2024年来到了台北站第二站。好的，谢谢，也请长官站前留步哦。我们看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先站起帮忙收一下我们的海报。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票开卖的启动仪式，要欢迎到的是小美经纪人，烦请上台，谢谢您一直以来辛苦了，以及演唱会的监制 Leslie 请上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上呢是由我们的周家海总裁、黄文德董事长、李彦甫董事长、小美经纪人以及舞台王者，还有 Joanne
我们的 Leslie 跟郑凯中协理，我们一起呢，待会要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来，烦请各位往后面，我们将手放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待会我们要一起数一二三来启动哦。对，一、二、三，请启动。敬酒的仪式，我们也烦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上酒杯，要来先预先庆祝我们演唱会的圆满成功顺利，以及也要感谢所有我们合作伙伴粉丝朋友们大家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敬酒，我们倒数三二一 Cheers， 恭喜郭富城演唱会2024台北站圆满成功，我们要跟着大家一起放飞小巨蛋，无极限的打造非常非常多的经典。谢谢我们所有合作好伙伴的大力支持，明天为国泰世华银行Cube卡有正式的先预先启动。好的，谢谢，谢谢台上的长官，也先请可以回座休息。也请工作人员稍微收一下我们的酒杯。当然我们都知道 Aaron 都非常疼爱台湾的粉丝，所以 Aaron 有特别要求他要跟这群爱他的粉丝朋友们合个照。我们欢迎我们所有支持 Aaron 的粉丝朋友们来，请上来，请来搭往后站，好，往后站，来，小心小心，前面的可以稍微蹲一下，有点层次，这样子大家所有人都可以拍到，好吗？来来来，对，我们稍微 balance 一下我们的队伍，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后面后面，大家稍微再往后站一点，因为前面有点拥挤，好吗？小心小心安全，来来来，后面后面，来大家不要推挤哦，小心小心，你都看得到都看得到，好，小心，来，看一下。一些设计，多元立体的舞台也好，我们魔幻方
海神门等等。